小欢乐，你可不可以帮个忙啊？怎么了嘛？你不要唱好不好？为什么嘛？实在不怎么好听耶。好嘛好嘛，我不唱嘛，那你要给我看相。哎，又要看相啊？嗯。你说嘛，你想知道什么呢？你不是说我没有钱吗？那么你看我以后会不会有福？哦。啊？没什么福。这不怎么地。那怎么地才怎么地嘛？嘿，你没看到？人家有福气的人呐、都是哎，比如说这刘备，这双耳垂肩，双手过膝。你呢？我。我也有啊。你有什么呀？你看啊、哦、这个啊，这什么手啊？哎，你没搞错什么嘛？这脚什么手？手脚一样的呢。谁说手脚一样啊？哎，你没听人家说手脚并用吗？他用到这儿来了。为谁落下我俩眉子上相依有的美，深小时爹娘装成岁细叫模样在目前我们国内歌坛上可以称得上是资深最老的歌星了，因为紫薇阿姨她很喜欢歌唱，所以呢她就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岗位。紫薇阿姨她一直保持着很甜美很柔的歌声，可以称得上歌坛的常青树了。可是你知道吗，紫薇阿姨她不但歌唱得很好，她在家里呢也是一位好母亲哦。紫薇阿姨，欢迎你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我也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到欢乐宫节目里来。紫薇阿姨，我一直想要拜你为师，你说嘛，你什么时候才肯收我这个笨徒弟啊？不要客气，说真的，你的歌唱得很好哎。不行不行，我还要需要你不断地给我指点才行。可以啊，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们互相的研究好了。紫薇阿姨，我刚刚跟观众朋友说了，你是一位好母亲。谢谢。你知道吗？我一看到你的样子，我就想到我妈妈。真的？你妈妈现在在哪里吗？她在国外，我差不多有一年没有看到她了。真的？你也很想她吧？啊、哦，想死了。我相信你妈妈也一定会很想你。今天我们一块来唱一首有关于妈妈的歌，好不好？好啊，但是妈妈的歌有很多，你喜欢唱哪一首吗？我最喜欢的这一首《母亲你在何方》。哇，这个歌太棒了，因为这首歌也是我最喜欢的。那我们来唱。好啊，请。经过那万里
嘘寒呀，温暖缺少。